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上。很多这个同修学佛，那学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个世间意很难去放下，很难觉察。那么认为啊，学佛在世间上总是要圆融的。那么这个话讲起来固然不错，但是佛法讲的圆融跟世间的圆滑啊，圆滑是不一样的。很多人他将圆滑当作是圆融，所以呢生死不能了，以为自己学佛有进步，有长智慧，实际上没有，他只是因为年纪大了，世间习气增长，所以在这个世界，修行不好修，年纪越大，我执越重，习气越深，讲不得，说不得，没有办法修行用功，所以称为堪忍世界。什么叫堪忍呢？就心甘情愿的接受自己是个业障深重的众生，不会想要求出离，也不会想要求改变，所以叫做堪忍。甚至认为人有这些贪嗔痴，有这些习气毛病是正常的。所以佛说这个世界叫堪忍世界。堪忍呢就是我们常讲的娑婆世界。所以我们说的圆融，什么叫圆融？你认真修行，万缘放下，这叫圆融。你把你的烦恼习气转过来了，这叫圆融。心不随境转，眼就不随色牵，耳不随声转，六根对六尘你能如如不动，这叫圆融。不是你很会讨好人，很会做人情，很会攀缘，这叫圆融。有些人学了佛，他拿着佛教的名义说是结缘，实际上是攀缘攀关系。他送你东西很有目的，他不是为了要跟你结清净的法缘，不是要结法缘的，他是要来这个广结他的人脉的，在从中呢获取利益的，获取好处的，或是呢求众生来恭敬他的，希望众生来恭敬他，这个不叫结缘，这叫攀缘。他表现的样子呢就是圆滑的样子，好人坏人他都不得罪，道场规矩他也不愿意守，所以这个不是学佛的好样子。真正圆融的人你看这些祖师，他帮助学人，帮助众生，说实话你真正要修行，他对你没有一句好话的，没有一个好脸色的，这个是真正圆融的祖师。他对一切境界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如如不动，这是他的功夫。如果你不想学，不愿意改变，他就对你开缘，跟你结个好缘，他也不要讲你，什么都跟你讲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自己就要知道，就要清楚，明明是自己的毛病，明明是自己的习气，你为什么不愿意转？为什么这个共高心放不下来？有些人谦虚是谦虚表面的，里面烦恼习气不肯转，这就是共高，这就是傲慢。表面做得再好，头再低，这个礼仪再周到，心里还是傲慢，烦恼习气还是很重，听到好话不愿意转变，
我只是呢表面上应付，想说啊，这个场面上过得去，这样就算是了事了，以为这样就能了生死，这样就能够成佛道。我没有成佛，在这个经典上讲，没有这么容易了。虽然说净土中叫做易行道，易行道是说你肯用心、肯发心、肯转变，那可以，可以成就。但说是易行道呢，也不是说你可以不用放下，你可以散漫，你可以随便，你可以不守规矩，那这个你就错会了诸佛如来所说的真实意了。所以经中讲的易行道，你也是要转变，也是要用功的。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其实说实话，从你明心见性的时候开始算，现在大家都还没有明心见性，那距离成佛还多久呢？遥遥无期啊！那怎么可以懈怠？怎么可以懒散？怎么可以随便放逸？你真正用功，一切不坏，万缘放下。这了生死这件事情没有办法用装的，装不出来啊！一个生死了的人那个样子，一般人没有办法学啊，你装也装不下。所以修行是要面对你自己的问题，不是装给别人看，装给同修看，装给法师看的。在世间已经轮回这么久，不要再受轮回，不要再颠倒，做一个真正的学人，做一个真正了生死的一个修行人，不要再只做样子，做样子没有用。一旦无常现前的时候，那么你有没有功夫，有没有决心，有没有毅力，那我们就非常的清楚。你不要想说你现在身体好你有决心有毅力说话说得很坚定，等到你业现前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你再来考验考验你自己的功夫到哪里。所以说实话这个地狱离我们有多近一口气不来马上就到了。所以现在就要努力，就要用功你不能够再等了，没有时间了。所以这个我们师父就常拿一些方便话来警惕大家告诉你有灾难要来了。可是现在的人听到灾难是反过来想到要怎么来消灾免难要怎么样来躲避来逃，你逃不掉啊，这共业啊。那用这样的一个善巧还没有办法激发出你要修行的心那真的是没救了你成不了佛啊。把这个最好的一个方便给糟蹋了甚至呢我们古德讲的因药得病人要是知道自己要死要往生了要受灾难一个学佛人就应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万缘放下可是现代人不是他贪着他的事业贪着他的家庭贪着这个等等的通通都是爱欲心爱染心对于他所有的一切没有一样放得下想尽办法想要更多
想要探得更深，所以他听到哦有灾难要来，啊有这个大地震或是什么的啊，这些等等的，他心里面不是想要处理，他是想要啊看看能不能不要受果报，啊那是很难的。你只有真正放下，心里面不贪了，那什么时候往生，什么时候受难，那都很自在。所以只有佛法才能够解决众生心里面的烦恼，心里面的问题，这个佛法才是圆融的。所以经典上讲的和言爱语，不是跟你讲一些软话，讲一些好听的话来安慰你，来让你堕落，这个不是好话。那真正的好话，所谓啊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好话不好听，不会顺你的心意的，但是呢你要能够接受，那对你是有真实的帮助，你听呢你就会有真实的解脱，可是众生没有办法，所以释迦牟尼佛也有他的善巧方便，随四悉檀的说法。第一个就是世界悉檀，什么叫世界悉檀？世界悉檀就是跟你结好缘啊，讲一些呢该怎么做人啊，该要怎么做官啊，讲一些五戒十善，世界悉檀，让你生欢喜心，得到欢喜意，这是四悉檀第一个。你要是真正能够发心想要成佛到了生死，这个入一层实相明心见性，那么他就跟你讲第四个所谓第一义悉檀，让你得的呢是入理义。所以佛说法会观机斗教，那这个根本呢还是掌控在我们自己学人这边，你有心在修学，你就会遇到最圆融的法，最就近的法。你要没有心呢，人家跟你讲讲世间法，讲一些这些不能了生死的，你就会觉得哦，他讲的真圆融，他真的是世间的大好人，你就跟他学去了。那最后呢，不能了生死，所以像这些世间书。什么这个论语啊孟子啊现在什么弟子规三字经呢，这些不能作为佛教的基础。为什么写这些的人没有一个了生死的他生死尚且不了，你看他的东西，你生死能了吗？不能了啊。所以为什么净业三佛讲的生性因果，什么是正因，什么是成佛的正因，你要看祖师的你要看的是佛陀的经典最起码你也得看小乘经典你看这世间典籍，你要成就不可能，做不到为什么呢？佛在经上举了一个比喻你煮沙要来盛饭，不可能啊，把沙石煮成饭做不到临济禅师这一则公案也很好，磨砖成镜，把砖头磨你去磨，你去磨砖头想要让它变成镜子，做不到。所以打坐尚且不一定成佛，何况你是看这些世间法，学这些世间人，那不能成就那不能成就，最后你要怪谁呢？那怪你自己啊，怪你自己没有发心，怪你自己不愿意接受佛陀的教法。所以真正的圆融不是顺你的心意圆融是告诉你要放下，告诉你要看破，把你的执着，把你的问题通通都说出来，
这个是真正的大善之师。像诸佛如来就是，把众生的问题通通说出来，我们听呢，从这里回头，从这里反照，那你会见性，你会成就，这个是真正的大慈大悲，是一个圆融的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大家要会检测，要能够明白什么是当学，什么是不当学。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